摇摆电力公司现正贩售中。大家今天听到很多歌都有在这张专辑里面，然后很希望把每个阶段不同的我介绍给大家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，虽然是大概2010年的专辑，可是真的是我很久以前写的歌，所以我每一张专辑里面都有我超过10年前写的歌，记录每一个阶段的我，就包括下面这首也是甜甜蜜蜜的歌，送给你们，《樱桃色情人》。